所以我是第几届的，不晓得。觉得他们的盔甲很帅啊，白色的，不会摔死哦。不要，等一下害我又摔死啊！这看起来好像是最后一关魔王。They promised me so much.脑袋太明显了。哇，这什么？先爬再说。我靠！啊，没扣血。原来他那个碎片是撞掉这个才会产生碎片。还是会不小心被割到。换个武器哦。近距离看一下他。哇，那怎么加农炮吗？哦耶！我想慢慢享受，我不想开那个加炮模式的。打哪里他才？其实好像随便打都会扣血是？哦，没有，其实是要打脑袋的地方。啊，不管了，管他。欸，他怎么这么积极？线没有比较快欸。因为他的脑袋实在太有戏份了。哦，这个枪有后坐力是不是？如果架炮模式的话，长刺是怎样？他都不给我地方躲。怎么有200亿啊？怎么可能？我那个电浆步枪我都没有用到嘞，为什么还扣子弹呢？干嘛长这样哦？是不是要处决他了？还不是，他已经趴着，已经不能动了。燃料不足，真的可以把他打死吗？很好奇。反正你已经半残了嘛，就让我来看一下。你的正面到底在哪里啊？
反正你就快死了。啊，还有第二阶哦，有些网好像有第二阶哦。万一要打两第二阶段就很麻烦。哦，干！有恶魔才会有能源，有恶魔才会有能源，然后我要去消灭他们。啊，我被传到哪里去了？结束了。原来后面还有。他蛮多画面都在左边的，然后我又好死不死，我的视线在左上角。刚刚那些武器我都玩过，
总觉得比较强的是主角的盔甲。这动作蛮经典的啦。嗯，还可以感谢你们抽空来观看我玩盾的剧情模式。那我的影片想在这边做个 save point，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喽，拜拜。